最近又传阿毛去年以3000万续约无线，仲要巴新仔，我公开都揾到6位数月薪，成为无线最高薪酬嘅艺人。呢日阿毛出席活动就鬼马回应：好想知道我一个 show 几钱咧？咁我话你听，你就想啦。随住疫情破门，阿毛话佢嘅咖啡店生意都有改善。OK 啊，稳步上扬咯，都算叫做得 OK 咯。